再俾你先，進出到吸定，再俾翻温卡伯拿，中間位置空曬，不怕，唔係啊，威埋你啊，佢話六點五曳嘅，哇好嘢喎，啲朋友已經識咗先啊，2.25倍嘅1.5球半場大，搞掂啦，用11分鐘去決定咗大家45分鐘嘅命運而即刻收錢。 恭喜晒，開心星期四！尤其是啲大嗰啲咧，越全部叫緊胡啊！今次機好似啱啱越位啦。預計兩場還最唔同，因為首場還當時馬卡朗尼下半場曾經係入波，而本身最終睇片咧其實係冇越位嘅，但係因為球證後尾解釋就話點解當時唔用 VAR。 係因為馬卡朗尼係越位在先起腳在後，即已經係吹罰咗，所以就唔係一個合法嘅入波去再睇片。咁但係首次還嗰場之後，即不斷攻擊，冇第二球，而突然間輸過頭波，係咁輸兩球。門將楊格引到阿詹韋尼斯係踢緊最前㗎啦。季初詹韋尼斯喺帕斯都曾經係鎖骨受傷。 放直線靚喎，幫住阿詹艾啦，兼埋芬卡法拿，但都要幫 William 嗌住就芬卡法拿，要多啲助攻啊，挨邊線啊好啲，起碼冇啲起腳機會啊嘛。係啊，幫你嘅上述事件冇發生。都唔擔心佢嘅，今屆咧踢咗17輪啦，啊踢咗16輪。